上面我哋每位嘉宾一阵间咧，远远去讲呢个零八年咧，用塔罗牌去抽出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啦吓，咁我哋都可以问下佢。你明唔明我好大压力啊？点解？而家全香港嘅眼睇住我，全香港离晒新世纪广场，你明唔明啊？几万人喺度咧，你净系究竟边一个 number 会升啊？哇！我都想问下喎，睇下先啦。好，呢个时候不如大家一齐，好，我哋一齐睇下。我一定要坐低噶。系，你要坐低。系啊，咁啊，不如咧，其实咧。找個觀眾啦，我幫你問啦，或者一位歌手啦，幫你問啦。咁但係咧，又覺得對其他朋友唔 fair 嘅。咁我覺得真係應該問關於香港嘅事情咧。咁大家都關心啊嘛，大家都想香港好好啊嘛，係咪先？或者有啲咩注意嘅咧？咁大家都一齊注意咁樣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呢個環節咧，大家唔使咁靜噶，我係嗰啲新派神婆嚟噶，即係咩都講得，咩都掂得嗰啲噶，唔需要話啊好神聖喎，有個唔係水晶球啊，咿呀咿呀咁樣係冇。你要包住的就是一副牌了。是啊，那我平时都用这副牌跟artist啊，或者我自己啊，在节目上玩这个塔罗牌的。那这条就是他御用的手巾仔来的。哦，真的高贵的，真的。Well，我们即一定很尊重那件事的嘛。没错。是啊，格仔而已，很casual的。很厉害的，米色的。好了，那我应该怎样问呢，格仔？我哋去發問啲問題咧，問下零八年香港點樣？問一條比較大浪啲啲啊，咁我睇下睇我得到個咩答案啦，好唔好？零八年香港嘅經濟會唔會繼續起飛？繼續好落去咧？嗱，零七年其實大家都即係唔錯啦，叫做係咪啊？即係大家都開心啦，過得係咪先？所以希望零八年會唔會更加好咧？嗱，遠遠咧即係要用自己少少即係慢慢年齡。去抽啲牌出嚟，去講下究竟咧會係點樣噶啦？咁啊，零八年嘅香港，哇！我突然之間覺得好似嗰啲年初二定年初三去車公廟咧求籤咧。嗱，你唔好咁樣講，我祖先啊，車公係我祖先嚟噶。冇錯，係喎，梗係啦。係喎，好，好，你抽只牌咁啊，而家係咪？係啦，咁我為咗隆重其事，我唔單止抽一隻嘅，因為個問題比較複雜啲啦。又亦都包含咗大家好關注嘅市場嘅問題啦，咁所以咧我就抽多幾隻嘅。咁啊，交俾遠遠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五隻牌啊。好啦，以我嘅睇，即係睇個牌出嚟嗰、那個睇落去咧，其實咧，我相信做嗰、那個IT 啊，真係做 IT 嗰啲咧，電腦嗰啲咧。是非常之暢旺啊！哇，極盡暢旺，咁大家不妨去揾下啲 IT 股。咁當然我係唔鼓勵你哋係咁估噶嘛。咁啊，憑住努力堅毅不畏志，我哋唔瞓覺咧，依然係咁努力做嘢，就會博到加人工。冇錯，呢樣嘢都得嘅。咁但係咧 ，IT 嘅方面咧就係、是、極度有利啊！好蓬勃啦。其實係零八年開始嘅時候咧，香港嘅市場咧都其實有一個幾平衡嘅點嘅，即係唔會話好癲，即係好癲咁樣上得好多，或者落得好多。很和諧咁啊！而且咧有一位咧其實比較後生一啲嘅，可能而家譬如你叫陳太咁，佢比較上年紀噶嘛。咁但係有一位比較後生一啲嘅貴人咧，就會幫到香港。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呢位女性。女性係一個智慧型嘅。智慧型咧，唔代表佢唔靚女嘅。即係 OK 白雪雪咁樣嘅。並重嘅咁樣。並重嘅就係勁勁有智慧咁樣。有智慧嚟到幫我哋香港解決問題，固然係好啦。咁啊，即係會揀咗一條啱嘅路啦，係咪？留意住咯，咁樣零八年嚇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大家就千祈咧，即係唔好沉迷一啲即係太過泡沫嗰啲東西啦，嚇。即係我講緊炒啲炒路嗰啲啦，因為咧年中嘅時候咧係會即係常常地啊。年中嘅時間。咁啊，好多人會選手啊，咁啊，希望我而家傍住講嗰扎都唔選手嗰扎嚟嘅嚇。就係因為聽到你講，所以佢哋知道點做啊。但係唔使驚，我哋香港福大命大啦。一去到過咗我諗中秋節度咧，個市場又平穩翻，就算選咗手咧，即刻結招好翻。係啊，而且咧好多嘅發展機會咧，係零八年等住我哋去嘅。哇！咁樣聽落去都幾好喎，係咪啊？係喎，少少留意住啊嘛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就把握咧我頭先講過啲嘢咧嘅機會咧，去好好安排自己咧，咁咧就會過一個非常之發達嘅零八年啦。好，唔該曬遠遠，我聽落真係幾開心喎。好啦，咁希望咧，即係台上面嘅人歌手朋友，大家都一樣好好啦。零八年想即係做到自己想做嘅音樂啊，
出你哋嘅專輯啊，等俾大家認識啦。好啦，我嘅演員而家咧就將一塊好靚嘅巾咧就包翻住啲副牌。